线是不是在这边？这个是英文字母的 P。这都不是我。这不是九，这是英文字母的 P。八九 M 粉。你念的是英文，爸爸。好了，我们现在念的是中文拼音，跟妈妈说中文拼音。中文拼音。好，中文拼音的时候，这个念八 P。宝宝。怎么又跑掉了呢？赶快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宝宝再见。嗯。上面角。妈妈画了，画了四只脚了。上面角。上面的角也画了。下。他四只脚都画了。不是，我是说他下面脚。下面脚哦，你说脚啊？对。这是不是他们都有脚掌啦、啊？嗯。嗯，好了，我们要来学数学了，宝宝。他铺在地上。嗯，好。啊，妈妈。嗯。对，好，你把这本学完了，我们就去买那一本。二十四本。好，宝宝，宝宝，你是不是要尿尿？嗯。快点去尿。嗯。好。妈妈，我会学习。来，赶快来学习。妈妈，我会学习。好，宝宝。三加九等于。来，九怎么比？九十三加九，你先比九，先比九，来，你比十先，这是九吗？十，不是我十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这是九，这是九，这打开好，三加九的话就三，四。还没数，然后再来数一遍，三、一、四、五、六、七、八，那不是这个。没有啊，九的话这里没有。不是，我是说你叫。你把九比好，宝宝，九在哪里？对。这里一、二、三、四，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吗？对不对？然后呢，三加九的话就三。然后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一十二十二三加九等于宝宝三加九等于几？三加九等于几？妈妈，你给他钉上。对，三加九等于几？妈妈给他钉上，你先写，宝宝。三加九等于几？这个是钉上。妈妈会把它钉上来。三加九等于。阿姨也会把它给你。好，三加九等于三十。刚刚算的是多少？十。刚刚算了多少？再算一遍来，九怎么比？九。我算一算。哇，你要不要专心学？不动啊！不行，你不能用笔戳妈妈的手，妈妈手会痛。妈妈不给你戳。啊，我刷一刷。不要刷。妈妈不想给你刷嘞，九，宝宝你不可以这样子，把肉剥开不可以，会痛。妈妈弄，妈妈弄。我写字。妈妈弄。
痛不痛？痛。痛。妈妈是轻轻的弄，如果很用力的话，是不是更痛了？不是我弄，也轻轻的。不要，妈妈不要你弄。不要不要，我轻轻。你会不小心用很大力。不是，我不会的。三加九等于几？宝宝，我们到现在一题都没有算呢。三加九等于几？再算一次，来，九怎么比？还是你记得刚刚我们算三加九等于几？不知道。好，来九，手拿出来，比九。三、四、五、六。三加九等于十二，来，宝宝写十二，写十二。好，来拿着笔写十二。你可以拿着笔写好吗？妈，我留着它。写十二，比头抬起来一点。来写十二，宝宝，赶快写。来，宝宝，来写十二。宝宝写十二。宝贝，宝贝。宝宝，宝宝，来这里。来，宝宝这里，宝贝，不可以这样子。妈妈去把积木也丢了，好不好？还是丢窗户？丢。抽积木也丢了。抽积木已经丢了，对。什么积木？丢那软软的积木啊，盖房子的积木。你那些一题都没有写，这样可以吗？赶快专心写。这样好了，如果你好好的把这一下子都写完，妈妈把巧虎积木捡回来给你玩，好不好？不要。你不要巧虎积木了，是吧？好，那你不要巧虎积木。那这样你不乖乖写完，妈妈把盖房子的积木给了我。那你要怎么样？我要玩。那我不给你办生日 party 了，好不好？妈妈打电话给小朋友，还有泡泡的叔叔，叫他们不要来。我说宝宝不乖。不可以过生日，宝宝没长大。我叫那个姐姐不来了。我也叫小虎不来了。来，三加九十二，你要不要妈妈点点点一些？一也要吗？一也要点吗？我会写一。好，会写一，妈妈把一擦掉，等一下。哦，我擦。好，那你先写一。一好了。一。二。一。二，好好写二。是一、二、三哦。对啊，刚好是三加九等于十二啊，十二是一跟二，对不对？那三加五等于几，宝宝？一、二。三加五等于几？你把手指头伸出来。好好比，很长。好，五怎么比？五，这是五吗？是。那就三。用这只手比五。好，那三加五的话怎么数？三、二、三、五、六、七、八、九、十。三加五等于十个。不是，宝宝再来一遍。三加五怎么算？五拿出来，宝宝，你乖乖的，妈妈把昨天买的橡皮擦拿出来擦，好不好？你要不要昨天买的橡皮擦？昨
昨天买的橡皮擦呢？在妈妈包包里。你现在把这算完。你现在算完，妈妈就去拿。来，五拿出来，宝宝。看一下。宝宝，三加五等于几？一下。宝宝，你不乖，你还狮子。来，宝宝，三加五，你一定要坐在这里的，不如我们赶快快点算，好不好？来，五。那我就可以买一小皮擦。对，来五，五怎么比？这个五。好。两个。两个，我加一个五，你要哪一个当五，宝宝？你要哪一个？当五。这个五是不是？我要两个当五。现在只要一个五而已啊。哦。那你要哪一个五？好，那三、四、五、六、七、八，三加五等于八。好，写八在这里。好，很棒，来，四加一等于几？宝宝，四加一等于四，然后加上一，四。宝宝，你可以比一吗？宝贝啊。妈妈。啊。这游戏吧。宝宝，来四加一，我们一下就写完这下四题，宝宝。来四加一等于几？宝宝，四加一等于几？四加一等于？我不知道。来，一怎么比？一，那就四。一。四。四的下面是什么？十一。十一吗？还是四五？四加一等于几？十五。四加一等于？五。啊？宝宝，认真一点，四加一等于几？宝宝，如果你认真的话，我们一下子就写完了，我们就可以去开演唱会了，好不好？可是你坐在这边，我们也是要把它写完，只是写更久，然后就没有时间去跳大舞，也没有时间去骑脚踏车，都没有了。骑脚踏车呢？脚踏车在门口啊。你想骑吗？我们快快学学完去骑好不好？不想。也不想骑脚踏车。那你想不想蹦蹦屋呢？那是不是要赶快写完啊？哎，怎么蛇都不能做？妈妈，妈妈啊，要看那个电视。来，四加一，待会给你看。宝宝，四加一等于几？赶快写，这里。那我写一。四加一等于。妈妈是为什么？比较好看，那个比较好呗。来，你把这四题写完，妈妈就去拿橡皮擦了。四加一等于几？四加一等于。爸爸妈妈生气了。这个还没有擦完。四加一等于。